大家好，欢迎来到《逆之奇幻 Game 图》，我是你们的导游阿逆。飞鸿杰系有一个奖杯叫做优异脑袋拥有者，要学晒所有脑部盗图的技能，但是要学晒所有技能就要将个角色升到去80呢。所以这一集就会讲下游戏后期可以去哪里刷经。这个 channel 除了会以不专业的角度为大家带来不同的游戏攻略和资讯之外，还有强迫症发作的白金奖杯收集和解答观众问题的游戏实验室环节。记得订阅和按下个铃铛，一有新片即刻通知你。开始之前，最好在商店那里交换外挂程式战斗经验辅助。如果你有很多资源的话，都可以在战斗道具那里交换脑内空间装置，稍微加快进度的。那我们传送去亡灵死路的记忆，向前行就会强制战斗了。一开始会出现三波明咒轰爆，用硬质化抵消自爆伤害就可以了。然后就会出现游滑隻怪和走样隻怪的，咁你可以正常咁打，或者用脑内空间装置发动脑内空间，咁就可以轻松解决佢哋。每次可以拎到大约63000经验值嘅，打完一次随意传送去任何一个地方，再翻嚟就可以重新再拆噶啦。今集嘅片就嚟到呢度，有啲咩攻略或者问题想知嘅，可以留言俾我，我哋下次旅途再见，拜拜。